果用一个字，杰米用一个字你来形容神力，你会用哪个字？一个字吗？对。好。真。真。这一个字啊？对，就这一个字哦。看着杰米讲。善。我已经替你们，替我女儿想好，就再加一个美字。真善美。是凯沃的工作，然后那时候 我就申请上了，然后我那时候很兴奋，然后可是那时候 Jimmy 跟朋友要去阿拉斯加，然后那时候因为以前我都问他说，哎，我找到什么工作，他就说，哦，那你去啊，我不应该就是阻止你这样子，可是只有那一次他就是对我说，哦，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去，哎，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很挣扎，然后我最后决定就是。我放弃那份工作，然后就去美国，然后跟他一起去阿拉斯加这样，然后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忘的回忆。嗯，比较辛苦的时候应该算是我在美国考托福的时候，那时候因为他那时候也还没有申请到美国学校，他陪我一起过来，陪我一起读书，那。在这过程中真的是也有争吵，因为申请学校是非常
辛苦的这样子。但终于就是之后就是因为我也上了学校了，他也上了学校，所以我们又加上有一只狗，一只猫猫这样子，所以说感觉就是雨过天晴的感觉。真的很感谢你们。最主要是你们给我们的祝福，我们都收到了。也希望你们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、心想事成。最主要是我们很想对你们说，我们真的很爱你们。